好吧，半夜来先行体验一下这个。哎，干你娘！那名字没有改啊。有。这个今天刚刚有发出来消息啊，《审判之眼：死神》的体验版。主演是我们的木村拓哉，豆桃哉的死。可是我觉得玩起来好像是跟人中这种是差不多的。目前只有日账可以下载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估计我觉得应该会很短，应该搞不好玩没10分钟就结束。等等，小，好玩。OK，一级。这个好像是今年12月13号发售，很快，这已经偷偷在做了。但是刚跟我们的库尼聊，可能觉得他应该是偷懒，用人龙的场景再掰一次，所以可以做那么快。差不多。我很确定真的是新书啊。你这样看就是新书。なるほど。さようでございますか。もちろん私どもがお力になります。这个ああ、剧ご情安心を。好像在吹的有看到过。え？ああ、うちの八神をですか。いやー、大変恐縮なんですが、彼は先々までいっぱいでしてね。ナイスね。木村拓哉。あ、对不起、夜神じゃない、八神、八神、いつまで八神、続くんだろう克行。な、この八神人気はよ。なあ、沙織ちゃん。源田法律事務所です。ええ、八神は弊社の所属弁護士です。オルタン誰だこれ。普通のモデルと思う。誰でもない。マジで。わかんない。なんか誰か似てるけど。立下划线 KT 说为什么是日文呢？人家体验版只有日文先放而已，あの裁判はまぐれもあったってのに。目前只有日文版的账号才有办法下到体验版。判決の99%が有罪ってんだ。まあだからまぐれだろうが無罪ってやつはでけえ。取った弁護士はヒーローよ。元があの現在はあれ変容みんなね。不知道。ですね。老头。对，后面那个常在日剧会看到他，都演なっ老てま头，すね。还有那个什そう么いうタイ教授プ先の生が、あのな、勝てるばっか训じゃ導ね主任とかさ、え。俺は先教輩務としてお主任。前に聞いてんのか。ご忠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どうしいや、名ても前思いとい出うせこない。とでしたら、うちの進退が空いてます。八神より経験豊富な弁護士です。聞いたか、お前のおこぼれが回ってきそうだ。マジ一で？中性な。そんな、本当ですか？まあ、その点進退なら。所以变成玩一下，如果觉得还不错，应该12月应该会入手来玩直播了。刚好今天看到这一则，其实有点觉得有趣。99.9%，とんでもない数字ですよね。え？どうしても親が見ろ。なんだよ、やってられ。みんな、うるさい。うるさい。先去拿个茶一下。ええ、本当に間違いないんですね。わかりました。伝えます。どうした？八神先生に弁護の依頼です。だろうよ。依頼人は大久保新平。はあ？大久保新平って
ヤガミが無罪にしたあの殺人で逮捕されたそうです。いや、だからその事件は俺が。前のとは別なんです。ついさっき大久保が干、真的是木村就是帅ですね。マジ帅です。なわけねえだろ。このモデルどう思います？この帅ですか？恋人を刺したって。拓也、大久保くんがエミちゃん。そんな、なんでだよ。地下划线 KT 说，可是老了。老了比较帅的，他说。弄得太年轻就感觉就不是木村了，对不对？PONY2016 说 ARC 安安。哦，会长，欢迎。来，小小的直播一下试玩版。啪叮！あの日、弁護士としての俺は、エミちゃんと共に殺された。連続殺人鬼大久保新平の手によって。就是一样的谜团，木村扮演的是律师。BOY2016 说 ARC 在帮我们踩雷。没有，这个大家都可以玩的，试玩版都有。これやっぱ新宿ですね。对，新宿です。马上就变操劳了。こちら八神。OK。海藤さん、そっちはどう？看起来他好像会 cosplay 很多种不同的样子。就是个扮演侦探的。BOY2016 说，怎么那么像人龙？啊，就人龙的引擎做的嘛。海豚政治，同样的引擎应该是 Dragon Engine 做的。全然気づかれてないな。然后模组换掉，然后用别的剧情。哦哟，我れながら自分の才能が怖え。それ言い過ぎ。しかし面白いもんだよな。探偵が探偵を追ってるなんてよ。これなんかドラマでもなかなか見ねえよな。そんなのいいから。慎重に。BOY2016 说，那应该是神作。こっから俺も後ろにつく。お、马上要进入战斗系统。邪魔くすんだよ。テレンテレン。欺负尤美。マテイ。なんだてめこれ。え？なになに？死にたいの？马上进入人龙战斗。おい、何やってんだタボ。いや、チンピラに因縁つけられてつい。ついて。战斗也是人龙吗？我说了可以是，但是这样打的蛮帅。BOY2016 说没中文。有这先行体验版是今天刚公布的，只有日本账号有，所以是只有日文。中文版是之后会有，所以各位可以再稍等。目前是先玩日文。没有那么难懂啊。地下划线 KT 说，好久没看到木村，又想起盖特斯比法拉的广告。为什么侦探为什么还会打人物怎么那么像藤原龙也？不是藤原龙也，那是木村拓哉呀。柯一说：“太极流浪汉。”没错。就偷家那个。好了 ，Kiryu 长终于没有出现了，光木奖会很难过，但没关系，我们有 Kimutaku， 太极流浪汉出现，木村拓哉会是青皮啦。好，一整个就是人龙引擎，哔哔哔哔。哦，木村就是帅。下。
我去！我去！哇塞 ！BOY2016 说，原来我今天在 FB 看到预告就是这款。没错。刚好正好十二点，真的很帅，才有办法那个下载。我想说，是今天就可以下了，就等到十二点才有。现在如果你有日账的话，就可以下了。L one 攻击防御。B O Y 2016说帅，木村就是帅。Q 六伤比起来差太多了。十一点就能抓吧。我掐。哟西。我出哟。B O Y 2016说实体好像要等到十二月。多点的肌肉有啊哥。呀。我要边讲话边打、欸，很痛苦、啊。而且基本上丘多利亚鲁就跟曼人中中一样、啊，还要什么丘多利亚鲁？你拉奈卡可以？没有，你胶水没有进的话，一直打，一再打，一直要继续打，没关系啊。多看一下画面，因为这体验版搞不好很短。有没有酒店可以玩？搞不好战斗结束就请敬请期待。有可能。哎呀，梗啊！哇，卡梅那个了 B， 卡梅那个 B，M 部 ，EX com gauge 满的时候就可以用 EX action， 满了。嗯，差不多。BOY 2016说这款可以。但是我都已经把他们打趴了，没有 ESG 可以用。倒地来 ，EX action， 我就给人龙的那个嘛，极技嘛。呀嚓！糟糕，应该不要选 easy， 用太简单了。好，敬请期待。哎、欸，还有啊！有没有酒店可以玩？不知道哎、欸，没有公开，但是它有其他设施的、啊。铁没的吧？马上变帅哥了，你看头发居然就梳起来了，なんで？買いましょう、クニさん。キムタク悪くないでしょ。酒店にできるのか。できないから。金太君の新シャンあるからちょっと。应该不行。まずいか。やばいか。俺の尾行じゃそろそろ気づかれる。あ、没有酒店我不买哦。B O Y 2016有酒店，但是他只有当攻读生之类的。立夏划线 KT 说，果然是加斯特比法拉体验版。B O Y 2016说，哈哈。柯一说：“库迷不管怎样都只想上酒店。”没错。B O Y 2016说：“没有酒店，大家都不买。”干，这是帅的。感觉这个用金城武，我也是一样买单。木村也 OK 的。干，厉害的呢，这个实惠。好了，应该有不少女的粉丝会买。如意算盘打得不错。これは売れるな。売れるね。对啊，你看。看他磨，其实真的还蛮香的。而且这个卖得很好的话，接下来很多那个杰尼斯的那个，杰尼斯的都可以用、哦，都可以用。对啊，卡对性格什么都可以。他对性格不行，他已经离开了。可以说，他还是杰尼斯吗？那个不是，他已经不是在属于那个杰尼斯。啊 ，Kim Taku 也不是吧？他们大哥留下来了啊！是啊、哦，他是留下来了哦。嗯，干，可是这卡贵呢。所以这次人龙合作的是那个加尼子啊，所以下一个应该是阿拉西或是那个 Tokyo。Tokyo， 嗯。可以说，我觉得用山田孝之会直接大卖。山田孝之也可以呢。对，终于又开始有那个有名的演员来代言，然后玩主角干。好久没有金城武跟那个之前有一堆有一些演员代言，现在又回来了，对吧？以前都不行，
可能那个版权问题还是什么的。看，可是我觉得这个魅力差很多，老实说。对啊。Kiryu上也是帅的，但是 Kiryu上还是不存在在那个实际的世界。看这个有感觉，有感觉是，真的操纵木村，所以木村就是帅。哇，そういうこと言う。これやっぱ新宿ですか、国？新宿的，又是新宿。可是这没有青皮他可以打吗？等一下。他这是没有特别说这是恐怖的球还是什么的。特意说这好像是真的新宿了，不是神室了。他讲这是新宿应该 也不会有问题吧，还是他讲神室厅反而会跟龙中这种卡在一起，反而有问题。但是木村就是帅呢。可是很多，直接说那个歌舞伎町应该有，对啊，有意思吧？我觉得应该是有诶、欸。你像那个那个什么《侠盗猎车手》也是，他都指什么？说不过这游戏应该还是能拿脚踏车。什么歌？他也不是讲洛杉矶啊，有没有？也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地方。会不会是因为说你如果讲出来，会指说这个地方就是一堆很乱的地方，这样会有负面宣传？看不起那里的时候。でもそうし、でもこうするとちょっとおかしいでしょ、多分。どこだ。まあまあ、反正是新宿没错。反正是新宿的。ん？え？お、ビコ。新的模式。微信。しま。去了、欸。不是这家伙，这样，看每个戴帽子，没有吃的，没有 hokuro 哦，有 hokuro あります。刚那个是假的。追いついた。例の探偵だ。例の探偵だ。たくヒヤヒヤさせなって。悪かったよ。こいつだ。尾行します。ちょっと条件あってほしいな。え、でも上面写着コムロ町ですよ。確かに。あのローディングの画面で先ほどコムロ町で書いてんで、看板。Yes, 神室町啊。刚刚我看到的是。对啊。神室町。コムロ町。就是你六百个都雇的这个町啊。一緒ですよ。刻意说，所以刚刚 LOGO 还是写神士丁。对啊，对啊，对啊。所以那个嘛。所以他就直接用了他。对。刻意说，跟人中之龙。所以这样子 ，Kiryu 应该会出现。卡隆是有他概念。我说了。有可能。那光木匠应该很开心，搞不好说，看还是会有 Kiryu 上。他们写来。新的模式，尾行模式。キリュー出るかもね、マジで。サプライズ。サプライズキャラとか。可以躲着。今探偵モードです。よいしょ。ダッシュ。危ない、差点跟丢了。近い。ちょっとあんた。ちょっとあんた。そろそろ溜まった家賃払ってもらうわよ。刚刚要付。もう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よ。房租啊。あと一週間だけ。再给我一个礼拜。本当ね。次はもうないわよ。被房东追钱追到最。必ず。よろしく頼むわね。それじゃ。一脸衰眼。やべ。大丈夫。キムタク行きましょう。
假装打手机耶。怎么办，木村就是帅，好可怕。哎呦，皮卡丘，哎呦，混到人群之中，混得真好，嘿嘿嘿嘿，看不到我哦，所以就要躲看板。哦，我离太远了。借过了，干！我被发现了。哎，要不要？要不要？那个牙巴树，这样在买饮料。甘霖老师，なんでホットドリンクだよ。怖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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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背对着他就可以了。どれ？ちょっとやば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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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消失了！哎呀，哎，干你娘！怎么往这边走？すみません，可以找个地方躲一下。便利商店。気のせいか。我想躲错地方了。ここか。よし。知道你还会回来啊？是不是去倒位啊？哦，他去这间店。海斗さん、探偵はチャンピオン街の方に向かっている。チャンピオン街か、あそこが入り組んでる。看来他可能直接就用那个人中之龙的世界观呢。よし、ハト飛ばそうか。空からも追っかけよう。お、ドローン使うってか。海斗さん先回りしてスタンバっといて。ハトで何や、専門用語。張り切りすぎてまた壊さねえ。あれ結構済んだからさ。刻意说省钱。方便多了，这样才是赚钱正确的方式啊，对不对？同样的引擎开发，你知道花多少的心血跟那个成本吗？只用一次就丢掉，这是叫浪费。Sega 这次做的好啊。Okay. 我可以接受，要故事写的还不错的话，稍微换一点玩法。我还是可以买单的，而且这次木村就是帅，那个没办法。哎呦，刚好多好！绝对不能跟丢，就躲下来。我觉得他会回头，他会回头。刻意说阿克会买单，但没时间破关。会破关的，我人中这种系列我都有破关给大家看的。对啊，时间会花多久不知道啊。海斗さん、あの先は行き止まりだ。今追ってったらバレるね。やろう。そんなとこに何の用だ？多分誰かと会う。人に見られたくない待ち合わせってとこ。可能性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こっちは今ハトを飛ばした。見えるか？上だ。ハトは何ですか？ちょっと待ってもらっていい？ハトはグズだよ。うん？専門用語では分からない。アクエティブサーチモード。あ、でも、ガバス暗号。哦，暗号有可能是。このルーム、そのままで、これは观察现场哪里有奇怪的地方。注目，怪しいな。俺の今の視点移動。スマート。ドローン。か
タウンソウルを合わせて。狭いよここは。我听到猫在叫的声音。あ、猫。これは。どなれこ。加五分。携帯。应该还有一个地方要被注目视，觉得奇怪的地方。怪しいところないでしょ。ヒント。给我ヒント。给我ヒント啊！哦，干你哪有这个地方？太高了吧，这个。なんだ。あ、OK。見つけた。いや、スマホだぜ。这叫什么？空拍机啊！原来这种有空拍机的功能。怪しいな。啊？特意说六代的支线好像有一个就有关空拍机。是哦，六代有空拍机，所以这个是以前有的空能。真的是利用到底。やった待ち合わせだったな。見た顔だ。確か神室町で競馬の飲みやってる。飲み屋。ってことはあの探偵。競馬の飲み屋は何ですか。飲み屋って何国。世の中舐めてんな。あれ。日本語で説明してもいいよ。これわかんないから。多分金の受け渡し。タイだね。うん。は。つまり今なら取りっぱぐれはない。俺らのミッション何だったっけ。詐欺とは関係ないですか。探偵の借金。主頭ですか。はか、ここに行かないと。なるほど。踏み込むなら今か。見てな。人稼ぎしてくるよ。はい、在吗？よし、行ってこい、タモ。今度跳走。巨人じゃねえぞ。直接要进去。特意说，我现在觉得童生不一定会出来，但真岛大概会出来了。为什么？不一定吧？还是有童生犯呢？搞完路上就刚好看到他跟哈鲁卡在散步。いい夜だね。俺だけか、おっさんは今。お前だけです。なんだ。飲み屋はあの個人的なあれで、個人的な前。当てれば配当は一割だね、ジョンディーは。外した馬券の一割は客にバック。主頭は。ギャンブル好きにはありがたいよな。俺も今度やってみようかな。あれもう行っちゃうの？まだ探偵さんから金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でしょ。主頭は。なんだ。一組二組で主は。誰なんだ。組長。うちの客のそのまた客が、あんたに金返してほしいってさ、飲み屋から馬券買う前にね。取り立てのチンピラか。よく俺をつけれたな。チンピラとはご挨拶だな。俺はあんたと同業者。探偵ってことか。うん。あんた逃げ足早いんだって。で、うちに依頼が来たってこと。今持ち合わせがあんのも確認済み。もう逃げらんないよ。さ、おとなしく払うも払いな。確かに持ち合わせはある。でもな、返すのは馬でもっと増やしてから。
それまで待っとけや。本気で言ってんのか。よくそんなずうずうしいこと。また今度だ。うっ、なんでそんなもん。あ、そうだ。カイトさん。感觉好像是在敲诈他了。見てたよ。何やってんだお前。好。絶対に。追踪。追踪这个也是人中之龙也是有的。跑起来，キムラ跑起来。また来た。QTE QTE 出た。ガリン老师的。ジャンプ。ビビ出た。おお。よっしゃ。よし。顺塞。哦。干你呐。居然三角形。哇塞，还丢石头哎。刻意说连音乐都沿用等于等于。对对对对，体验版嘛，反正都是。刻意说这 BGM 有在吉尔出来。我应该记得。这应该也是实验性的一个作品，快速完成它，然后拿来卖，看能不能赚到一点钱。抓到了。喜欢赌马的侦探。刻意说，因为玩到白金听到烂。往生際が悪いあんた。哎，阿姨，怎么说啊？俺にはな、俺の返済計画。木村多代言的。真的，木村就是帅。FOF 20046555要对战了。怎么也在神视听？哎呀，元武招式。一闪，干嘛木村来喽？豆桃斋，哇！可是很会闪的，叮叮叮叮叮叮，元武一闪，我这应该是集人中重集的系统，可以换攻击套路。呼，来吧，木村豆桃斋。Yes, action! 踢烂你把洞！嘿嘿嘿！放开！哇，被过肩摔的！看看木村拓哉的帅脸，超帅！我干的，被丢了是？可恶！哼！哇！哦！哎呀，过肩摔！他是让掌打，再换。我看，好惨呐！我只是在让你而已。我挡，哼，对对对，哼，我挡。我比较蛮会挡。Yeah, 我感觉很像 KOF 的八神庵的，不是草剃金。哦哦，突然踢崩了，妈的嘞！哇塞，龙卷风脚，踏边踏会死，三人呢？BOY 2060说：“快使用阿多肯。”阿多肯，哎，他真的有阿多肯呢。看他那个吹的，好像小游戏里面有 V 一个 V 牙的那个设施的 V 牙模式。OK OK， 我来，呼呼，加塞啊你！哟西，木村就是帅，帅西。应该是用多拉公演几座，好，这样应该就结束了。他不，お前も探偵って言ってたな。そうだよ。名前は木村拓哉です。刻意说，違う。哎，他妈的，你这个时间吃了什么东西呀、啊？
临时啊。八神だ。カムロ町の八神伊織里叫八神庵，不是。八神龙之。金渡してくれ。给我钱。手間賃込みで15万。お互い紳士的に行こう。ふざけんな。特意说，还真的叫八神。訴えてやるか。訴えてやる。おい。可是有流氓的。B O Y 二零一六零说 ，A R C 蜘蛛人还不改快破。省税配。开头啥？开头啥？何が探偵だ？ヤクザじゃねえか。うるせえ。借りた金返すのにグダグダ言いやがって。你是被省税配，好可怜。その人を怒らすとマジで怖い。B O Y 二零一六零说，好凶。超凶的，而且你不觉得他发型跟 Kiryu 长好像？壮一点的 Kiryu， 也可以说 Kiryu 他复活了吗？开多少？哇塞，马上就十五万了。いいのか。この金取ってくならマジで訴えるぞ。見ろよ、鼻の骨が折れてる。鼻血が出てるだけだよ。だいたい先に手出してもそっちだろ。いや、お前が先に殴った。訴えたら間違いなく俺の方が。钱拿了我告你。これ弁護士バッジ。お前探偵なんじゃ。どうする？我是律师。本当に出るとこ出る？でも会。やっぱ相手が悪いと思う。律师兼侦探。好，应该就结束了。でしょ？嘟嘟嘟。这样就快乐体验完毕了，大家就可以期待12月13号的发售。果然，我们来听听主题曲，不错呢。好，看过这个一段的话，有买要买的举手。哎，好，我会买。卡酷呢，八神龙之木村拓哉主演的。買いますか、クニさん。我讨厌帅哥，干你娘的！所以要女角了，人中之女龙才要买加一。哦，科医长也会买。你看，这根本就是也是 Kiryu桑去改的吧 ？B O Y 二零一六零说我会买，直接收 Kiryu桑五十岁以后的样子，那二手的。B O Y 二零一六零说 ，You made high you this guy。看一下 ，SOX 二零零四六五五五说，我今天没看到什么，但是会买。中尾兵，地下划线 KT 说，木村有没有机会借这个作品重新翻红呢？山吗？还是什么？山兵，那个念兵。啊，那个女的不知道了。我是不是四股讲的？四股是今年的12月13日から。いや、年末。あ、これも有名ですね。滝戸圭一が、これもあの谷原章介、有名ですね。好帅的。目前有没有机会接着做一番？应该是会。好眼熟。真的酷。那比较像黎明。比较像黎明。真的有点像黎明。你怎么？你也知道黎明这个人，可以知道。十月 ，OK， 2018年十二月十三号发售预定的预约售付开始的，赶快上去预约哈。应该也没有啊，中文体验版应该，我觉得在明天或是明后两天应该就会有，我猜的。对，但是今天日本那边先公布以后，就有了这个。试玩版可以玩哦，如果有日账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开启你的 PS4 的日账，到体验版的地方就可以下得到了。像我们阿姨下到现在还没下完。特意说，为什么那么快？这个都可以做出来了，改天就做出来。年轻的刘德华了。对啊，年轻的刘德华。还没下、哦。下完了吧？还没下完哦。嗯。阿姨又不讲话了，干，跟你讲话机会你又不讲了，妈的 fuck。Yes。好，应该是在吃饭，还没下哦，还没下完，还没下完呢。对呀、啊，我的木村都已经打一圈了，真是。对、啊。
好，这个临时直播的日本大名哦，这个审判之眼死神的遗言哦，下都是啊，哎干，ちょっと名前が間違った。シャグザウェイクに書いてた違う。ちょっと待って，原来我的 logo 一直打错了、根本不是审判之眼，死神的遗言，这个日文打错，我很尴尬，奇怪。下都ね、ジャジアイ。ジャジ、ちょっと違った。Shadow， 就他妈，他刚好跟我前几天直播的那个很像，所以我改一下好了，避免大家有错误。噔噔，还不错，玩了哈，玩了以后结论应该看起来还是一样用人中之龙的 Dragon Engine 去改的，这个毋庸置疑的，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样做才是聪明的，钱。花了以后，引擎开发出来就是要好好的用。然后呢，他打斗方式其实原则上跟人中之龙应该是人龙六代的引擎是同样一个，所以我猜战斗应该也是直接就是。切进去打了，应该跟柯一说，一个引擎至少做三到五个作品比较划算。FC 对啊，要用到烂为止。像无双已经用多久了？对，同一个引擎，然后去做优化，就可以开发这么多款游戏，其实也是很不错。对啊，所以这个蛮值得期待的啊、12月13号是不是？看起来是不是没错？12月13。有兴趣的朋友，这个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奇怪，为什么怪怪的？好，没关系，好吧。那这个我们直播就先到这里了哈，已经快要一点了。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自己可以上这个日帐去下下看看喽。好，那感谢这个今天收看的朋友们哈。有兴趣的话呢，可以 follow 一下我们的台。今后这几天我们有新的游戏也会跟大家介绍哦。好，感谢我们的阿姨跟我们的库尼桑。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感谢大家，大家晚安，拜拜。我是卡里萨巴迪斯。嘿嘿。我是卡里萨巴。卡里萨巴，嘿嘿。